心有这点灵气，咱有这么啊清净，这是咱的心啊来咧做。今咱只有通灵啊，有这种作用。我爱是现主席接受，这就是咱显露咱现主席的地界。是咱用着清净这种法门，无啊，伊要教教咱的心啊，会清会净。这就是咱在世要体悟转来，咱的原形。一个人啊，手倒转，手倒转来，咱的原形，原来这个本源。这是咱通灵啊，咱才有这种感觉。在咱的心内底啊，浮出原来这个根本，这就是咱通灵这点灵气，现在咱这条上天的法啦，真愿天意思乐明，现咱转的情，修咱一条青天的气神，咱走无形，随咱的清净。这是在给我们点，凡世间我们要照到这个气，通在我们现在这个心，它的自在，就是心会知道，我们有这种良能，灌在我们现在这个气中，我们才有这条要说的这种言能出家，这就是传我们一条灵气，爱我们行的上冲这种法。对着咱运动这个能力啊，你使会出来这种本性啊，点会醒。咱即马在传这个意思啊，是咱原来这个灵气转伫遮尼啊清净的心神啊。今日我每一只字、每一句，我拢记伫我这个脑海内底。所以讲，我家己讲的，必须爱我家己经过。啊！我抓会条，啊！我才将着我这个心，我这世人知影意思，直接表达出来。这是咱修灵的，咱要有这种灵感，来甲收集这种真正的结合，啊！咱才有法度照着先天这种本能的力量，安尼甲伊释放出来。是咱爱行啊，行就是爱去经过啊。学经验考验，这是咱清净的天性。我爱顺母啊，这条天命，要讲就是大家拢爱安尼做啦。但是我只嘛，只有用我的心智，用着我的心力，对母啊安尼来学，啊平常时来精进来做，啊，互我只嘛这个我的内心。这种性的本能，啊，我会当传达伫咱即嘛凡世间咧讲的话中，是咱有这条清清楚楚，咱的脑筋只有接到清的，这种原来天地予咱的这种真能，啊，这才是咱的原始原动，本来这个是原真的，哦，啊，这才是咱咧讲的通甲源头。是咱用着心去体会啦。咱佛祖爱的是心经啊，哦，咱儒教的伊咧讲是心内底啊，哦，迄种咱咧讲讲有孝孝顺啊。咱道的爱这个心会怎清甲，你这个心拢静伫遮，袂生烦恼啦，无妄念就对啦，袂乌白想。今咱静会调，就是在世间，咱即马要讲来讲本事本领啦。啊，咱才有这种本能啊，这种能力来使。要讲先天的就对啦，讲源头啊，这种意义。上冲的灵气，爱咱定法，咱家己，所有拢是以咱家己为主。因为母娘啊，即马是咧教我嘛。啊！我用着我现主是所知影的，
会当表达的，啊，我只有照安尼来出力尔尔，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气啦。今日体悟是家己啊，所以讲你要将着你的过去、现主时，你敢会调的、喊会调的，安尼一一来表示啦。啊，这则是咱咧讲道理呀、啊，哦，咱的心经啊，是咱用着这条正法的灵气。咱要用着家己真心的话，无骗家己，啊，当然就无骗大家。这就是咱回到的灵性，一个源头，咱的天命。咱家己若做好，别人就会看，别人就会照安尼做，照安尼学。最主要就是咱家己啊为主啦，这是咱清楚的天性。一世人要讲的通灵啊，活用真理有咱的灵性，爱咱转的啦，有咱的清净啊。今日这个心的化境，所以咱是这个真乱。伫你即马小可有安尼戆戆昏昏的哦，看无雾雾就对啦。但是母娘啊，有一股气啊，伊会当贯穿你现主时。这个脑中心嘛，就脑神啦。我无徛伫遮，时阵还未到的时阵，啊，我就无现主时这种原能啊，咱的本性的力啊。啊，我若徛伫遮有无，伊就一直胖啊，一直供应我要讲的这种力量就对啦。啊，你看这有奇怪无？啊，这是爱每一个人去感觉，你才会当将着你现主时的现实。你所有接到的、回到的，安尼才讲会出来。啊，这是无的物件，你要讲到有的物件有无？当然爱咱的内定啊，你即个坚心有无？你爱做有够啊，你爱流会清啊，咱爱是清气嘛，啊，你才会当清心嘛，啊，才会当气乱即个颠簸啊，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通灵在世，真理是天发性，爱咱转来会一种。咱有这条青天的心，我要爱是元天的本性自在。啊，这就是咱姊妹咧讲咱的元神呐、啊。啊，是咱用着清净这个脑神，向着你姊妹这个接受。定出着你的原来这点气，原来这点气是无生啊！这就是咱要讲的通，通了啥？你甲我拢相共，所以讲我即马这个心倒转来，咱这个无净无缘，咱叫做老母，叫做无生，叫做闲闲，叫做虚相无相，安尼咱会当直接接受。你讲的就是讲，咱拢无妨啦，大家拢相共，无阻无挡啦。安尼，咱才有这股气好讲话，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咱再来讲回转来，咱的天灵啊，大家拢要拼倒转去嘛。你如果若有这个境界，你若有灵有出脱，哦，灵会出去啦，啊，你就当看。天的哦，所有这些灵，伊咧活动，啊，你就会当看咱地府哦，即嘛伊所有咧活动的，啊，是咱做冥梦过去，咱的长者，啊，是讲咱现主持的平辈下辈，你会梦到有无？啊，伊拢是还阁无自由啊，哦，拢阁束缚掉咧啊，啊，这就是伊阿嬷投胎嘛是这样啦。啊，这是现当当的工作啊！啊，你要讲在世有无？啊，你看有诶，有诶，着做官宰相，有诶做帝王，啊，有诶做元帅，哦，啊，有诶做董事长，有诶做卡，有诶做清洁工，清洁工，啊，有诶搁较艰苦，趁未富来补日常这个费用就对了，安尼讲艰苦。咱要搁做人，就是安尼艰苦。
这就是咱要体会啦。即马咱的界，啊，咱大众化抽象的就对啦。咱分做三界嘛，天的一界，咱中人一界，下面地府一界嘛。啊，这就是咱分的清楚啊。啊，界再搁分做主界嘛，足侪界嘞啦。你若看三十六天，七十二地煞，咱人分做各样的，有五种人，红五青白黄，啊有较有钱的人，有较贪心的人，有较奸雄的人，万八般嘛，啊咱就是咧探讨这啊，是咱有这条清净的脑神定伫遮，啊这是咱无形界啦，就讲咱灵以后啊，你要行这条道路啦，啊就是咱今啊修改咱的兴趣啦。安怎讲？咱只有照母娘啊，这个圣意啊，咱只有培养咱家己的心理尔尔，啊好好啊做起啊，真灵恢复天性，爱咱转的是天灵啊。咱人从基尾啊，拢会清醒啦、啊，唔是你即马讲啊，我凊彩做做做歹有无？阿母啊，都不知了之啊，就对啦。做安尼祈祷就对啊，拢无咧找讲你即马做歹有无？阿嬷有迄种报应啊，时阵未到呢，毋是无报应啊。这就是咱道界的灵性，一个人要管的之外啊，咱现主时的出入，你要定一条啊，现主时你即马要讲的做好事，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啦。边啊一句话，啊有诶就用生气有无？气白白安尼咧讲有无？啊有诶就用较柔顺诶，啊较有道理诶安尼有无？啊来讲甲伊诶心内底会欢喜。啊你若用歹话有无？用会刺诶有无？敢像刺来插人诶话有无？安尼对方咧听有无？就艰苦啊，伊就反驳啊。是咱一点灵源诶灵气。我讲二十三年，母娘唔捌讲大声话安尼，敢那像像刺安尼有无？会刺激人安尼，会伤人迄种话。母娘感觉伊就是这么轻呐、啊，这么温柔啊，伊会唤醒人的心倒转来啊。归咱这粒良心嘛，良好咱家己的心安慰啊，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啦。道理啊，就是要摆出来，要让大家会当参考研究，修正咱家己这个心的念头。啊念，你才会去做啊，啊去做你才知影讲刚强甲柔软有无？啊，这是你该当刚的，你就爱刚的；你该当柔，你就爱柔。天地间就是安尼阴阳两极在散的，是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性。咱要做好这尊神呐、啊，现咱清净落灵界，转咱通天顺心开啊！这就是咱回出正法，咱的天性。阿母啊，伊咧讲天灵，真理有法，天灵来，回出安静正神啊！咱所有的啊。咱的灵就是要做正神，正神做啥？天公伯啊，伊派你啊，伊认定啊，所有的神明啊，伊就是讲，你即马安尼有这个计啦。托你讲啊，托你讲，甲福德正神有无？啊，级数是差真济啊。正神伊就当第一顶宰相无啊。啊！你若托你讲，伊就第一顶冤月无啦，砖头有无？较好个讲话较会当，迄个人来担任啦。啊！你若准讲宰相无无，就亲像咱即马讲区长啦，伊有粒官印就对啦。啊！咱所有读册，咱要爱有啥物技术嘞？你就是爱去考试，考试你考有过有无？你才有迄张证书证明啦，安尼你才有法度照着这道去做功课啦。
安尼才袂受人检举有无？啊，检举来，你有这张证书吗？吼、哦，安尼你就会当正正当当做啦。啊，你若无这张证书有无？人来去报警察、报管局的来有无？啊，你就要收起来啊。根本你嘛袂使点动。是咱这条先天的灵气，有凡世间的代志都有先天啦。今咱直接听课，直接讲课。这个磁场是游起咧天顶啊，啊天顶一定有一个主嘛，就咱即马咧讲讲玉皇大天尊天公伯啊嘛，哦啊是讲生咱这条灵的老母嘛，啊这是有记录的呢。你唔通讲就是讲直接咧讲，哎、欸、啊我是直接咧了时间呢。神啊，甲咱祖先无遮尼用啊，那无重要诶，伊袂安尼甲你磨啦。就是要你这块奥体磨到变成钢啊，定结结啊，啊你无安尼磨有无？你哪会金？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爱来讲就着出家，咱的天命嘛。是咱即马神有白的神，就是钢啦；有金的神，所以讲西方是白金嘛，哦。以咱即卖咧讲诶，东平啊，都有西平诶金嘛吼，金木水火土嘛。啊，咱即卖咧讲讲东平青有无？五行甲五色就对啦。西平就是白啊，所以讲西方白金就是讲五色五行，五色就是白色诶，啊五行就是金，金伊则有真正价值性，哦，伊则有即个光未歹去安尼就对啦。啊，今咱收甲。你在壁壁，你即个心有无？啊，你若搁变形，当然是未歹去啊，未叮当就对啦，不宜就是未叮当啊。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咱即下要教咱所有的册写同款，菩萨为因啊，惊这个因来给咱因啊，啊因你若落迷落有无？啊，你就慢慢啊受到迄个钉头有无？受到迄个字头啊。啊，慢慢这个心就一直淡落呀。所以讲，咱上惊心开始有无？去输到迄个里头有无？啊，你迄个滋味落去，你袂晓停。啊，菩萨了停，这对咱无好，会伤咱这条心嘛，会害咱这条心嘛，一直迷落啊，哦，一直沉重落啦。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气，世间就是这个暂时的，无有一直。直接过暂时的啦，所以讲咱来救起来，救起来，咱嘛是要爱啊，咱嘛是要贪啊，贪啥？贪咱正这个心要反正，要行正统的道路啊！你这个心嘛，一定要有白光，啊，照你一直行，一直行这条路啊，再平坦，再宽阔，再行远，倒转来咱原来大个所在啊！道理是安尼啦，唔是你直接咧搬。歌戏还是咧搬皮影戏、电影，还是咱即卖咧讲讲布袋戏啦。人生虽然一出戏，但是个人的角色爱演得好，演得好，你爱伫后场啊，来做一个啊编剧、戏剧啊，做一个指导啊。啊，这是咱看有诶，你咧。真法显露是定咱性，显露。清家是安定，这个天理拢是顺性，爱咱转的是天神，不应该伊只有用咱的天元神尔尔。今咱做人啊，造这个神，神就怎？你想甲足妥当啊？你即马做会出来这种功能啊？无你吗？就是要你有这种效法，来到有这个效果，来到有这个能的效果。所以今仔日咱一直做，这个心嘛，一直明，咱咧讲的道理一直开，咱所有接受的无形界，边边啊修持者，咱念会出来，做会出来，啊，别人会欣赏的，但咱袂骄傲。咱是普通这个经验呢，是咱以这条
政府的灵气啦。今日咱也无爱占赢有无？无爱徛伫别人的头壳顶有无？当然，咱拢是平起平坐。但是要讲啥，咱捌啊。啊，别人伊就注意咱啊。啊，咱若阁认真啊做有无？伊就尊重咱啊。啊，你毋免等你讲好，我即卖偌牛有无？嘿，啊，就一日班啊，带七八个学生去，啊，你就家己坐椅啊，脚翘起来，甚至于阁查某的，啊，你阁夹一支烟，啊，伫遐，遐师啊伫遐。练到要下个，啊！你又搁当面甲咱讲个空嘴话有无？家己毋来做人看，所以讲人几啊百种啊。爱就是要咱提醒啊，嘛是要教我家己啊。迄嘛是我正班的老师嘛，因老师有好老师、歹老师嘛，有浅学的老师，有咱即马讲深学的老师嘛。所以讲是伫咱即条阿担啊，咱即个心的拍算。迄就是咧甲咱考啊，迄就是咧咱看，迄个电模啊，是咱爱有家己为主啦，今仔是修家己嘛，这才是咱通天的灵性啦。别人做诶，甲咱也无关系啊，甲这个天地也无关系啊，是伊愿嘛，伊咧生嘛，哦，伊要爱嘛，爱才会做出现主时伊要做这种工作。啊，就怎？咱真正细心不够啦，粗心有无？安尼乱乱崩啦。要等到亲像讲，饲米鸟去拄到死鸟鼠有啊，迄机会足少的啦。啊嘛足短的啊，是咱要倒转来长久啊，永久啊。天若偌长有无？啊，咱就偌长啊，毋知讲万万岁。咱这条龙。要真济年，真济年，或者万嘛，岁就是咱即摆讲年嘛，咱的岁嘛，是咱一条清澈的灵气。咱要讲的是顺家这条心。咱顶世人福报积无啊济，但这世人咱要转型啊，你都爱艰苦啊。咱若无行这条路，即摆还倒咧来，还搁咧困啊，因为四点外五点拄好当好困嘛。咱打倒落迄阵会热，等到即马较凉的时阵，有无？咱就要尿起来啊！啊，所以讲这个功课就是安尼夹的啊，夹的就干的啦，干安尼做有无？啊，年久月深有无？咱的成绩就出来啊！啊，所以心爱端正，你才有好成绩啊！啊，心你若歪来歪去，有无？这成绩就无好啊，不妙啦！是咱一条。灵天的灵气啊！咱再来讲显露清家己的心，是咱灵源一点滴，是咱看现顺咱的母性，这是咱通灵这条灵性，现咱转的啊有清，咱爱是这条灵气落伫咱这条清净的心内底。我有一条现主时的灵性，今日修行唔免什么鼓励，咱在世间爱鼓励嘛，有分顶数嘛，第一顶第一名哦。但是咱修行者，就修行人啦，足侪足侪人，就着者就是足侪啦。你一定爱家己主动，只有主动了尔，啊那被动，你真正学无好食啦。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是咱行清咱的心内底这垃圾啊！垃圾就是妄想啊、妄语啊、恶语啊、起语啊，是咱今麦要讲的佛话、甲道的话，甲咱今麦讲这自性现的话，都有读册人的话啦。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现主时。今咱毋是讲总结伊所有定落即个文字，即个文字是咧甲咱引领的呢。咱要入甲甲总结迄时阵同款，即个天地安怎由来？口
你有一个口伫边啊，就是咱嘴咧讲的。哦，有一个心，就是咱即马即个内底即个心。哦，还有触觉，就是外口甲你牵的。这种种拢会当去体会啦。欠人的欠，哦，你啊看，伊所有是一个处处安尼啊，人伫内底有无？安尼欠的，搁一个缺陷的缺有无？嘛是同款欠人。这就是咱要来讲到冲击老祖啊，老祖先、老祖太，伊对着这个无形界要入到有形界，这个内容，这个内底啊，伊所有会当接到咱即马虚空这个能量哦。啊，毋则有真侪人会写经啊，啊有诶写较无正常诶，有无？用到灵，用到咱这个心意，在世间你知影吊带。啊，再去做一本册有无？哦，古册还是咱即卖咧讲的这戏剧，布袋戏就是安尼写落来啊，伊照咧演啊。是咱有这条清净的天性，今咱爱是家己立成的，一世人嘛，我要做我的功课嘛。啊，我这个心嘛，是一世人，我就要甲结合掉啊。哦，就讲要有一个结论啦。要甲一个关过啊！我无爱放互伊散糊糊，无要去插伊啊！啊，这就是咱人啊，无去注意的这点。人拢管别人尔嘛，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性。咱再来讲顺甲天命。人你若家己会管家己，不管是你做大头人，还是头人，还是做脚，拢会受到人。别人会欣赏，咱就是爱做甲遮尼妙。妙就是水开，世间人，咱即马就讲水开，咱心才安慰啊。啊，你若漏开有无？就无面子啊！你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性，咱再来讲顺甲定天神，是咱灵魂这点心，咱爱行的。这么顺，每一个人都会漏开，但是我们要抽来补啊，哦，抽咱水的来补肉的啊，啊肉的咱还佫做甲亲像水的安尼啊，补倒转来原因就对了。今仔咱伫遮嘛是咧学抽补啊，咱唔知影的世间，咱有亡魂溪水，先天迄个能量，先天的智慧无落来。但是你要靠这个去通起来，咱的头壳顶，这个文武将心肝，甲咱老母这个完整，这个本能，予咱现主是会当传达啊。咱这个心啊，咱这个脑神啊，伊会当现出着，即嘛咱所有要爱啊，这种信号啊，啊，这才是咱的信心嘛。咱信仰有够。咱足虔诚，即个心来讲话有无？安尼，大家都会欣赏，大家都会当想讲要爱啊。啊，无你若乱转转，啊，都乱讲讲啊，乱唱唱的有无？嗯，啊，大家听嘛，拢听有啊。大家拢原来迄个众生嘛，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要甲灌入来，敢像咱较早咧灌道教的有无？啊，你着用这个水有无？啊，道教伫真深内底。迄、那个打桩的会沙土无，啊！你用水一直甲灌落，啊！水迄沙伊输无，啊！土沟伊就挡袂牢，伊就走出来，用安尼就对了。啊！这是形容哦，你唔是讲啊！我即卖咧讲这有无？这是照例哦。譬如咱讲，咱真正咱的潜能就是看咧压咧这有无？你爱用安尼，用这个力，用着咱这个意，用着咱真正。要爱的物件，这个能潜能一再现嘛。哦，咱的夜景，咱的牵挂有无？正量来则现量，现量来则体量，有气味有无？哦，底下担，底下干，底下敢若像讲，唔知要安怎行就对啦。哦，底下腰粗嘛，啊了，你则腰龙嘛。要龙就想要飞嘛，伫遐跳嘛，啊！你要再飞龙，
啊，了再抗浓，上悬的抗就悬嘛。来甲咱姊妹咧讲啊，就讲，咱的上弱啦，就地人咬啊，就太上风啊，啊，你就无出代志啊，有无？啊，你就好好啊休困啦，莫阁等你的咬啦。等你的咬尔尔，阿嬷有无？就有人要甲你创治啊。因为你甲上弱，你阿嬷你就要阁降落来，咱姊妹阴的嘛，就要第一个有无？就咱姊妹讲这个九一就对啦。因为一三五是九的嘛，阳的嘛，所以物极必反就是安尼啦。用到顶卦、下卦，啊都人爻，因为咱一卦是三爻，所以讲咱起卦是为下卦，啊来到才有顶卦。啊起卦就是爱先天卦，有两个先天卦，你才有法度轮后天。你即马这个六段，为脚算起来六段，哦，甲咱即马咧讲的。一天十二时辰，哦，多十二点钟，日时甲暗时，一年嘛用安尼轮啦。这就是咱讲的通天本性，轮来轮去，拢是一种异调呢。伊无真正正确。伊人咧讲，这天地伊咧转咧震动嘛，所以讲咱咧掠家己，这个好机会啦。好机会就若生机啊，甲春天咧有无？你有这个生卵，拄啊当王的时阵有无？啊，你若阁好啊，甲培养有无？啊，你这个芽出来好啊，培养，你阿妈这个鸡唔是作用的，或者甲它阉割了有无？你有甲照顾，你又看，伊即马甲它青龙活好个啊？是用安尼看，你就知影讲人是唔是爱栽培的？咱即个脑神啊，是唔是爱逐工安尼甲叫我切？上苍有一点灵气。爱咱转来通家己，心灵伊会显露。爱咱转的是这个电波，话讲做能波啦。哦，咱咧讲的能，就是还袂震动，迄、那个能就有啊。哦，就先天一气，这个精气就伫遮。阴阳气赛震动，我这个能就浮出来。原动咱咧叫做能啦，爱咱才有共同的认识啦。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性现出着咱这种灵感，你这个感觉，这个觉灵若无强，你感觉袂出来嘛，不怎么样嘛。所以讲有诶，去甲咱即卖咧讲姚志强有无？真大鹏哦，啊，母牛啊，无伫遮，母牛嘛，你诶心若静会落来，你若要见母啊？啊，母牛当然是有伫咧啊！啊，你着去敢若亲像骑马咧看花咧啊！我来遮着看看尔尔，啊，无想要回母啊！免讲母牛嘛无伫遐，心若佛都佛啦，心若无佛有无？啊，着是无佛啦，着是下定你个心啊！这个心是上重个，太重要个，真重要个，所以讲。咱灵修就咧修这粒心，每一个人，你要过一生嘛是这粒心，啊你看重要，有修持无修持拢是心嘛，是咱稳定这点气，现咱顺家，则是天呀。上苍有这点灵气，现咱行是顺性，见咱爱是家己。会当清洗，会当来揉，会当来切来磨，磨咱这个心啊，亲像西方金细细啦，金闪闪啦。咱若看万里晴空无云的时阵，恁看到好个心足好个，啊云闹伫遐有无？啊，佮乌云兼个白云有无？这个天气无稳定无，咱活了足压杂个，哎，就是障碍啊。哎，就是无明火呀！真理先来，定路性，爱咱转来清净，清净就是敢若像天安尼空悠悠无，吼、哦，看甲安尼起有无？无边无界，哪会这么宽？较早咱对岸，伊来坐飞轮机有无？伊问讲，哦，我这飞轮机下啊，哪会拢这么平安尼？哪会拢无西？这是西？有甲讲。爱就是大海啦，
捌看海。所以讲人啊，生目睭啊，目睭开有无？你爱开眼嘛，爱擘开目睭嘛，你才会当看放眼当今嘛。咱现住是世界啦，哦，这物质就对。啊，你无看到，你唔知啊，唔知人咧讲，你古迹内底哇，你所有看古迹外口就是这个天空尔，这个界尔，你唔知影天这样宽嘛？啊，你唔知影大海这样大嘛？咱即马讲大陆啦，北疆就好啊啦。北疆伊敢若塞里木湖哦，世界上大诶。啊，就头啊，咱日月潭哦，日月潭诶，这个头啊，伫咧20倍。安尼因讲就是海啊。啊，你啊看讲，你看咱台湾海夹甲东海，啊，甲咱即马所有讲诶海，你看有偌偌宽啊？是咱用安尼来积累啦，修行有深浅，就是安尼啊。就是咱的度量啊，就是你今麦这个心会知影的步数啊，有讲方法啊，是咱一点清楚的天性啊。母娘要把你拍开，枕头后你用这个心窗，敢像窗仔门安尼，从内底看外口，你后窗仔门拍开，窗仔门拍开，你才知影有好空气，你才知影有这个阳光，你才知影有这个细菌，了你就爱拍开咱今麦这个。小门，小门了，就爱拍开这个大门啊！你才会见外口，是安尼来相通啊，内外安尼才会当清净啊！你这理念才会当端正。真理显露是令天性，看有瞬间是定咱的心。今日这個心若无清楚，你无现诸时啊，即嘛这个来源。直接一直塞出来，啊！这类怎，你予咱学开口。心啊，伊是惊咱人的心无端正，你的口齿啊不清晰。所以讲，咱怎啊咧学？你每一只字，你的家己一定爱真正确，嘴一定爱闭足开咧。内底你所有物件含咧，互雷适可。你的物件伫内底，我阿咧夹，啊夹是要吞落，好的吞落，歹的你有一挂皮，一挂袂当吞落，会伤到咱的肠仔肚的，你爱伫遐夹，吞甲清气，你才吐出来。这就是咱咧讲的这个挂牛啦。所有内底啊，要甲你讲，啊这个时阵你要安怎来做一个主判啦？啊，这才是咱真正的主定嘛。你经过久的时阵啊，啊，这物件我都袂当吞了，就废掉，哦，啰嗦嘛。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咱讲的通天法界，要讲到这，就是爱真正知己呀，知影咱家己，知影咱要做的，咱要讲的话啊，你袂当用方便啊，你一定爱用着庄严啊，足庄重嘞。足严格嘞，足严厉嘞，安尼才是咱道理啊！我讲23年，我袂讲凊彩讲讲的，我只个神拢关伫遮，我所有的气力、胃脚、定力、脚腕内，我腹肚内底结力，才出我即马即个咽喉，来甲嘴外口即个气走，即个话的意思，毋是像我平常时无，伫脑海我要讲的，我就是知影有我要讲的啥啊？灵就是靠这个气出这个嘴口，你才有这个音啦。啊，你看你歹爱教有正啊无正，啊有诶就凊彩讲讲啊，凊彩唱唱诶啊。啊，就怎不专心啦、啊？心不在焉啦、啊，就干呐？你即马徛伫遮尔尔，啊，这个气来无？啊，我就照你杀出尔尔。你的心无伫遮做主啦，心不在焉，就讲你的心无伫遮啦，心想别项啊，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既然要修行啊，我较早拢十外点钟啦，一天哦、喔，毋是一年哦、喔，要搞清楚咧。这个脑后哪有可能话你会讲话？但你徛伫遮，你就爱练到有声。
这个开始就是安尼啦。啊，慢慢咱才知影讲，哦，佛祖、道祖啊，咧教我这个步数，就是爱我好个啊。当然啦、啊，当咧练的时阵，有无？咱会莫名其妙嘛，袂去找别人，有无？啊，去甲你啥？半年有无？七月休困，啊，咱着搁半年，甲你拢知啊，千年无休啊。啊，甲咱即嘛共款啊。哼、啊你规个姜诶，规个花，你哪敢叫我做工课？但做三五年以后，有无？你比别人较侪了解较侪啊。啊，你哪毋做？我搁问恁安尼啊，人啊，拢会提示啦。真正神要甲你救无？啊，当作要甲你拍啦。啊，鬼要甲你害吼？啊，当作是好空诶啦。断了毋对啦。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性，神无这么用啦。啊，神嘛知影讲，啊，你这着真正有无？选会着啊。啊，毋则逐代伊甲你训练、训练、训练，互你有够力。啊，你来做神的工课，毋则有办。啊，你无经过训练去有无？当当兄兄，你要哪做神的工课？你只有做鬼神的工课嘛。鬼神都毋是正神咯、哦。是家己仿的神哦，真理是天性，现咱转的是天命嘛。今日有神甲你一着，你一定有神的名称。神伊要做的这种工课，就是降命。降命了，你还阁真正彻底去做，做会出着你甲神。合主这种工作，这种职务职事，安尼，你这个功才愈来愈久啦。唔是讲你接到好一直欢喜啦，接到哪有效？你着考试考袂过，啊，你着什么步数拢唔知，干呐接到迄个证书哪有效？你看所有的患者，啊，都拢袂灵啊，病医袂好啊，害家己阁害别人啊，啊，这种你敢要做？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现咱转的啊是天命啊。既然咱有天命啊，只有爱你这粒因啊呢。这粒因在倒，心因啊。啊，这在天公伯也要咱的啊。你心的开窍，你心的重要，这个话，你就是代表天公伯啊，这粒天公因啊。西公也有西公因啊。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转过就顺驾咱的天命。咱即马咧讲的，在咱这个地区，过去有代表，即马有里长，有理事长，因就是有因啊。里长有领薪水的，袂当去共管；理事长无领薪水的，会当去咱即马这个公司要办什么活动，爱上函。啊！这个公司来赞助，做里长，你若去人管啦，你一个就去调调啊啦，连个拢来等你啊啦。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啊！做人，你啥物你当个知影，明明白白啊。是咱要来讲到灵性，今咱修行无领薪水的，当然咱会当邀请来甲咱指导，来甲咱参考。咱会所有的是每一个人拢出力的，每一个人拢出钱的，每一个人拢流汗伫这个会啊，伫这个会，所以讲咱会当邀请咱的公司啦，还是讲咱的邮局啦，有无来甲咱指导？哦，因为咱开会嘛，公平的会议嘛，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会就是啥，大家拢来做会就对了。语就啥，用讲话，用表达的，用安尼，咱大家互益的，互加，我们都你的理念我阁同意，安尼会才成啦。啊，那你家己拢一直拍算有无？啊，都无大家来甲你有一个相助有无？力量单薄啦，你有看无？
有这个会理事长，干那只一个人呢？国帅的会计嘛，伊一个；国帅来要出去参加人的会无，嘛他一个；国要做什么代志嘛，他一个。啊嘛咧共捐钱有无？所以讲，你爱讲这个人捐钱的作用是伫倒？是伊私利要爱嘛？啊，你一支会，干那你一个，内底就复杂啊啦，内底就无清气生活啦。啊，你要修改什么做清净心？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咱来知影这个步数，咱离遐垃圾的，离遐真正私利的，咱要离远远远啊，不要去让伊判，牵绊着你啦，敢像石头拔伫脚的无？你家徛做伙，咱一个互欣赏讲，哎呀，啊我这花我毛伫内底啊，啊咱若拢不甲伊做伙无，啊咱就无机会啊。即马你若看做伙，别人就甲你翕相啊！你知毋？是咱毋免出名，是咱即支花，咱再来用安尼即个拍拼嘛。啊，若要做花工过嘛，要做花即个花舞出来嘛，是咱即条青天的灵气啦。其他别个花，啊，咱只有讲交流，有人邀请，啊，咱就来参悟者，咱就要选啊。是咱一条青天的灵气。转咱顺教这条心啊！今日宝林若无教一个真正心这么正的，搁这么定的喎，啊你有咩嘛变形？嘛定讲啊哈，我收一批就好啊，后批我就卖啊，伊收收的拢走走去，我也无什么功德啊，也无什么成绩啊，罔牵啦，甲别人拢结缘啦。功夫是伫咱众人这个身躯的啦，你要学是这個啦。啊，无形的你着爱搁年久月深嘛，你要亲像接安尼的孙呢，啊，当找几个？有安尼咱的孙，伊嘛无爱直接讲啊啦。安怎讲？伊着惊人吵啊。但是我这着命底所带的啊，讲二十几年啊，啊，只有照安尼顺顺啊讲咩？所以讲人着是安尼啊。你若看伫山内底有无？哎，吟诗作对会接的有无？伊无爱插凡世间遮俗事杂事啊啦，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顺教定咱的心，尤其是咱这句话的财产，这个财产伫咱这代拢要七十啊，啊财产你搁唔留落来，啊你搁伫遐卖哪唔来有无？啊，机会去互走去有无？咱人毋知当时，这个物件要互处顿去，有无？要互退化去，你毋知影。但是你有逐天安尼做，关伫遮有无？注意伫遮有无？你要退化，没有那么容易啦。啊，这就是功夫啊！啊，这就是咱一世人要行过、要行过啊。是咱用安尼来逼家己啦，袂当逼别人啦。真理显来是定路性。打通转来是天命，爱咱顺教稳定，咱的元神出窍啊！好啊！
啊啊哦啊咿耶嘞哈，啊啊啊哦啊哦啊咿耶嘞，哆啊咿耶嘞，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啊啊啊哦啊咿耶啊哦耶嘞哎那哎哎哎。哎那那好啊咿耶哎哎哎哦耶哎那好好嘿咿耶嘞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哦耶哎那好啊咿耶嘞嘿哦耶啊咿耶嘞哦耶啊啊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咯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哦咿耶嘞啊哦咿耶嘞哦耶哦哦哦哎那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咿耶嘞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咿耶嘞哦咿耶嘞啊。哎那那哦啊啊啊哦啊耶哦耶哎那那哦啊咿耶啊啊啊哦哦啊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呀吼吼嘿呀咿耶嘞哦哦啊啊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哟哎那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啊咿耶啊啊吼耶哎那咿耶哎那哦耶哎。哎那哦耶啊啊哦啊啊哦耶嘞，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呀哦耶嘞哦耶哦耶嘿嘿嘿嘿，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咿耶嘞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哦咿耶嘞嘞呀哦啊咿耶嘞嘞哦咿耶。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哦耶哦耶嘞，哎那哦啊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嘿咯，哎那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啊哦，哎那那哦啊咿耶嘞哦咿耶嘞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哎耶嘞哎啊哎耶嘞哦哎耶嘞哦哎那那哦啊哦哎耶嘞哦哎那哦哎耶嘞哦耶啊哦哎耶哦耶哎那哦啊耶哎那哦哎耶嘞嘞啊啊啊哦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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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那哦耶哎那那哦啊耶。哦啊啊耶哦耶哦耶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呀啊啊哦啊啊哦耶哦耶哦耶，哎那哦耶哦，哎那哦啊哦，哎那耶耶哦，哎那咿耶嘞哦耶嘞哦，哎那耶耶哦咿耶嘞嘞。
去上班。